旺角街坊会主办，由尖旺民政事务处协办第十三届大角咀庙会闭幕仪式，现在正式开始，请大家俾热烈嘅掌声。我哋有请醒狮总领导嘅亲自上台作证。大会会长何志强先生、罗慧珍女士、吴锦祥先生、黄子成先生、黄有德先生，陪同各主礼嘉宾到台上就座。恭请食物及环境卫生局副局长陈肇始太平绅士，民政事务总署署长谢小华太平绅士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九龙工作部副部长黄小玲女士。立法會議員蔣麗雲太平紳士，由尖旺民政事務處專員蔡亮太平紳士，由尖旺區議會主席葉路東先生，旺角警區指揮官金榮耀總警司，旺角警區副指揮官李仲華高級警司，港九各區街坊協進會主席蔡培先生，影視紅星安德尊先生，大會副會長陳仲傑先生 MH、 郭榮昌先生、梁次君先生、卓德光先生、黃寶勤先生上台就座的，請大家繼續用你的熱烈掌聲，我們有請大會副主席潘兆平女士、楊志強先生、黃遠良先生、黃建華先生、關樹根先生、黃順廣先生、梁平潘先生、名譽會長夏劍平女士，陪同各位嘉賓，包括有消防處處理副處長羅少恆博士、由尖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鍾嘉榮女士、無錫海外聯誼會秘書長趙俊明先生、無錫海外聯誼會常務理事郭朝華先生、廣州市橋聯副主席吳兆基女士、廣州市荔灣區政協副主席陳正恆先生、廣州市黃埔區副區長梁正華先生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侨务和外事办公室主任刘玉光先生、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副主席张实先生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社会工作局副局长游雪珠女士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党委委员梁庆超先生、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二级工程师建设处东西区曾伟志先生、九龙总商会永远会长刘志伟先生、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李卓君先生、由尖旺区议员中港澳 BBS 太平绅士蔡少峰先生、刘柏琪先生、钟泽辉先生、杨振华先生，由尖旺区拍片罪行委员会副主席黄万成先生 NH、 北分区委员会主席罗少雄先生 NH、 香港中山同乡会主席张玉山先生、香港中山社团总会主席简直王先生、香港仔方会永远会长陈李成太平绅士、中区街坊福利会理事长文志华 BBS NH、 赤柱街坊福利会理事长陈李佩英女士、九龙城街坊福利会理事长顾家燕先生、筲箕湾街坊福利会理事许家豪先生、西营盘街坊福利会副理事长李丰年先生、西环街坊福利会副理事长陈国光先生、香港省善心堂主席黄汉汉先生、大会顾问李广林 BBS MH、 何永昌 BBS MH、叶建忠先生、刘国芳先生、黄友贞女士、钱佩群女士、陈伟全先生、赵凤仪女士上台就座。我哋在场嘅所有街坊朋友，再一次俾热烈掌声嚟台上面嘅嘉宾，多谢晒你哋嘅光临出席支持。多谢你哋。好，我哋喺呢一个时候咧，我哋就系会一个闭幕仪式进行嘅。我哋咧就系会请我哋前台嘅首长陪同各位主礼嘉宾咧，就全部到台前咧就主持一个亮灯仪式嘅话。